这是彤彤，我儿子，他出门全副武装，戴了墨镜、口罩。这个墨镜很特别，还是迪士尼买的 ，Mickey 跟 Minnie 的墨镜。哦，然后我。游乐设施以外，跟米奇烟火。对 ，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吃午餐了。今天妈妈不在家，对不对？妈妈不在家，只有我们父子两个去，而且很晚才吃。我们在家里玩到现在，应该已经快两点了吧？1:50几了，很晚才吃，又晚吃，而且我们又打算偷偷去吃麦当劳，对不对？而且爸爸跟你说，我决定了。彤彤说他喜欢吃薯条，我决定我们偷偷的点两份大薯，好不好？我们父子两个点两份大薯，偷偷的，偷偷的，一人一包，一人一包大的哦，要吗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进来，而且都没人，大卖场都没人，怎么了？已经不会亮了，可以把墨镜摘了。可是可以保护你的眼睛，因为听说那个武汉肺炎啊，连眼睛也会中。戴眼镜的话就稍微好一点，因为你眼镜也是一层防护嘛。但是眼镜有洞洞，它只要爬到眼镜上面，眼镜上面就可以这样反过来钻进去。如果你不戴的话，你眼镜放口袋或者放我的包包，要不然你等一下甩一甩又掉了，掉了等一下踩破了。你好，我先储值。好，等一下，拿下钱包。除150，可以除有零头的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除150，先拿150给。两个大鼠。然后点点卡。两个大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大鼠，我要用那个。卡片帮我放。彤彤帮我按卡片，按在上面。好，除150。对。然后等一下，我有。还要继续放吗？还要继续放，放到工作人员说可以。放到工作人员说好。好，然后我先点一个这个大薯买一送一，按兑换，一级兑换。买一送一，然后再点一个两个一加一。先可以放松一下，是吗？等一下工作人员要结账的，两个一加一都是那个芥末香鸡堡，送你一个蜡笔哦，谢谢，你们说谢谢，谢谢，哦，两个都蜡，都是这个都是这个，哦对，香鸡堡，两个蜡笔，好，然后一个配红茶，一个配零卡可乐，一个零卡可乐，一个红茶，对，这边吃吗？对，这边吃，然后就用点点卡结账，这样一包多少钱？好，用点点卡结账，对，谢谢。点点卡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他说请取卡就可以了。卡片给爸爸，你拿你的小礼物。公司那里，我们在这边排队。那边等一下。那还有送优惠券呢。那个应该好像是1月31号的，对不对？我有看到那个。哪里？网络上面有说麦当劳新的优惠券。对，这今天开始。好，谢谢。你可以唱，那你我不想要这個，你可以就扫描一下 QR code， 手机都可以直接用。哦，好。嗯，方便。嗯。这是什么？工作人员说送你的蜡笔是什么？蜡笔哦。好可爱，是很小的。骗你啦！等一下，我们到那边再拆好了。到那边再拆。OK。偷看一下。你偷看一下吗？那我也。很小哎、欸。很小吗？我看，你真的很小哎、欸。你拿一个出来看看。不用了，等一下那个。要偷看一下，坐到位置上再开啊，免得掉了哈。哇，我们今天一人一包大，妈妈不在家，我们偷偷来，偷偷来，偷偷一人一包，偷偷一人一包，对。走走走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要端盘子，我没有办法牵手，你要跟好我。薯条大餐，对。哎，大薯你吃得完吗？这么大包哎、欸！我也有一包啊，一人一包啊。就这里好了，这里这里，还是这里靠外面，靠外面一点好了，这里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去洗手。你外套不要脱，外套脱了放位置上面，我们去洗手。外套脱下来，这里。你先脱外套，然后再去洗手。外套放椅子上，我们一人一边哈。外套放。外套放。
啊，你的那个眼镜呢？哦，可以，好，外套放在这里了。我们去洗手，有有有，好，我们去洗手，来，你先洗。看着他，所以有人要拿的话，我会说那是我的。你赶快吃饭，陪我们吃饭呢，陪我们一起去啊。不会有人拿，有人要拿的话告诉他就好了。还有我想说，我们不要给他太辣了。你们的还是不会辣，我也辣。他怎样？不会啦，我们离他还没有很远。好，回去坐好，我们可以吃了。你要坐哪边？你坐那边对不对？我们坐那边了，等一下。你先坐，你要坐哪个位？你坐好，我再坐你旁边。你要坐哪边？坐包包。口罩可以脱下来，要吃东西，好吗？口罩先脱下来。你看很漂亮哎，我们这很漂亮哎，这支小蜡笔。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麦当劳的蜡笔耶！哇哦，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四种，而且上面都有麦当劳的标志，很不错哎。你把它收好吧。嗯，我现在看看哪一个是红茶，哪一个给你喝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喝喝看。这个是红茶，这杯是你的。哦，那这杯应该是可乐，这杯是我的。还是两杯的红茶？没有，我说一杯零卡可乐，一杯红茶。然后我来整理一下。我机器的感觉。你把那个收好的时候，我来整理一下。哎，发票我先收起来。嗯，要笔芯才可以刷。对啊，我先照顾你，我先帮你弄好可以吃的状态。要先吃一点汉堡哦，不能够马上就吃，啊，只吃薯条哈。我帮你了。啊，这个先放这边，等一下吃完再好。对啊，哎，大薯超大的，人家说大薯很小，我们的这次点大薯好大，啊，对不对？都满出来了。然后这个香鸡堡先给你。大薯。对啊。这个有香鸡堡。这是香鸡堡。嗯，这鸡蛋也好。放到桌子上就不要，我现在非常时期。好，香鸡堡。有时候掉到桌子上，妈妈还会把它捡。有时候可以，可是最近有传染病啊，最近那个肺炎的关系。哦，然后大薯两包哎，我们抽中买一送一，超多的。妈妈不在家，我们偷偷吃薯条大餐。但是你汉堡要吃完，这样爸爸才好跟妈妈交代啊，知道吗？因为汉堡里面有蔬菜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样两包。汉堡也蛮好吃的。汉堡很好吃啊，里面有蔬菜啊，我们点的香鸡堡蔬菜很多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哎呀。大薯买一送一，这样很多哎，欸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搞不好还吃不完，还可以外带，欸，哦。反正就尽量吃，吃饱一点。我要来做饭吃掉了。好。啊，然后对，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麦当劳有新的夹薯条、薯条汉堡。麦当劳有新的优惠券，欸，刚刚工作人员给我的。
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，我看有什么比较不错的。它从1月31号开始可以用到3月5号，有没有什么不错的？买超爽大餐100元，买麦香鱼送麦克鸡块4块，这感觉不错。冰旋风买一送一耶，直接就买一送一，不用抽那个麦当劳闹钟了。大薯也买一送一耶，也不用抽奖了，直接就送了。薯饼也买一送一，加点区套餐加30元送一个吉士汉堡，加50元送麦脆鸡。这张我觉得一定要拿，如果你要吃麦当劳的话，可以跟工作人员要一张。然后我记得网络上面它也有官网上面好像也可以下载，就是你可以存到手机里面，直接给他看手机，看这个图片就可以了，就不用一直带着这一张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也可以把它记得去下载，去官网上面看，可以省一点钱。我觉得这不错，我觉得这不错，对不对？有优惠券多少省一点钱啊。好了。那我们就吃午餐啦，吃薯条跟汉堡，大家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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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开始吃饭喽。